区的殖民区都不见了。所以各位乡亲，我们今天又要建设，又要保留，保留军门的主体，保留军门的精神，保留军门的好的事情，所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要做县长，要做第五届的县长，啊，最爱才猛错干掉猛嘛，实在不是一样简单的事情。我每一年都在想啊，万一十二月五号天平我无想见当选，哦，那真是假当的，那真是假当的，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各位乡亲来帮忙，我唔惊。哦，只要各位乡亲帮忙我，你们给我鼓励，给我鞭策，我觉得我来承担这二十一世纪金门这条船走向有希望的这个机会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应该是大家可以信赖的对象。我希望大家帮忙我，我们共同来承担。只有共同承担，我们金门才有希望。如果我们金门是人人一把号，各吹各的调，我跟各位保证，在二十年之后，金门还是在原地打转。因为原来金门人了，被误把他来给他倒帮忙哦，非常难。为什么别人要关心我们？为什么金门自己不关心自己？金门也不是没有钱啊，你叫外人来投资，还投资五星级的旅馆，你金门人自己都不投资，你叫人家来投资吗？所以我若是第五届的县长，我主政县政府。我要把这个投资的风险性，政府首先来承担，首先来承担。啊，我真的要做。我如果选上金门第五届的县长，我一定要到各个同乡会来跟各个同乡会的人来谈，你们的困难在哪里，有什么帮助？因为现在选举，我不能讲太多，我都开太多支票，人家说我欺天会选。所以我跟各位乡亲报告，我们在台湾的同乡，如果你们要回到金门来，你们就是标准道道地地的金门人，我们要照顾你们。如果你们在台湾、在台北、在中国、在永和，在同乡会里面。我身为一个县长，一定会来更多的人关怀你们。到那个时候，各个同乡会的会长，特别是我们林永辉林会长，还有我们戴德成老戴代表，我最要好的朋友，他们说什么，只要我做得到了，我就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我们管点细节，不要开支票啊、哦！只要这些同乡会的这个理事长、总干事，还有我们林永辉会长，我们戴德成代表跟我讲的，只要我做得到的，只要做得到的。我们不打折扣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。感谢各位，祝福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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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吴立伟的肯托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有信心吗？有。来，我们是不是也帮我们的吴博士来个加油打气一样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来把我们最有力量的，把我们热情展现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吴成典。吴成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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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站，到站，到站，谢谢。上的任何两个人，最多只需要透过六个人，就能产生连结。
透过六个朋友的朋友，就可以认识你最想认识的人。阿宽，看，最近网络上，很夯他的影片哦，美妖女的，啊，人白衣哈，啊，你白痴，啊，七千一万只，六哈，哎，嘟嘟啊好，连结。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六度连结，我透过六个人认识了你。再看一次微微倾斜的天空，想象着未来有多远。阿宽，再听一次我那段熟悉的旋律，要怎么拥抱着？我也喜欢小琪，我喜欢你，是你，但是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当初就不应该让你来的。你不要忘了，你们两个以后要走的路是完全不同的。去爱，不要忘了，是你让我懂得孤单。只要我飞得动，我就会再飞回来。那万一我没有飞回来的话？记得你也不可以生我的气哦。我记得那道彩虹，其实一切去爱一个人是很幸福的。阳光的笑容，我记得那一年最美丽的小七喜欢的阿宽吗？你们这痴情男吧，应该换你做了。等待着候鸟轻轻唱着为了金门，他愿意做了更多。